面不仅是我们辞职的这几个，还有另外几个同事都受到了惩罚。当天我们下午五点多六点钟开员工会的时候，就是那些业绩没有达成的同事就是被迫吃了面包虫的。其他的就是有喝药的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我是上个月就是上班上的最近的，就是听我们其他同事说是从这个月，因为公司原定的是这个月要开业嘛，所以说他们的惩罚就相应的比较重一点。像以前他们就是吃那个芥末，然后做下蹲，然后这个月就是喝尿呀，然后剃光头，被那个皮鞭抽啊。而且是拖欠我们工资，我们是上个月的工资也没有拿到，然后本来原定是这个月15号，就是也没有发。您拨打的用户已欠费现金。Your Dell user is stop slower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